那按照啊，咱们现在的一种想法，就是咱们想一想，咱们之前对于一个模型，我们是怎么求解的？很简单，就是按照咱们机器学习一个常规套路，你要不就是要求解嘛，要给它最小化嘛，最小化很简单，求偏导不就完事了吗？咱们就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做。第一步，咱们是按照最常规的一个套路来做吧，按照梯度下降的一个方向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 C 不是由我的一个 P 还有一个 Q 来组成的吗？那我的 C 啊，可以对 P 求偏导吧，也可以对我的 Q 求偏导吧。对于上面的这个式来说呀，很简单一个式子吧。那所以说啊，求偏导也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值，也就是说，先可以把我梯度下降的一个方向拿出来。这个啊，是不是跟咱们的就是神经网络差不多呀？咱们也是要求神经网络当中某一层的一个参数的表达，比如说现在有两个层，一个 P 层一个 Q 层，是不是我们也要通过这样一个梯度下降去求解啊？有了梯度下降去求解之后，我们来看梯度的一个方向拿出来之后，下面要干什么？进行参数的更新吧。我们什么是参数啊？刚才说了，这里 P 是参数， Q 也是参数，所以说呢，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定 P 的一个更新，指定一个 Q 的更新，就沿着我们刚才指定梯度下降的一个方向去更新不就好了吗？然后我们再指定一个值，比如说指定我们的一个阿尔法值，这个阿尔法值啊就表示着我们的一个学习率。所以说啊，现在我们指定了梯度下降的方向，再指定了我前进的一个步长，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引语义模型的迭代更新吧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引语义模型跟咱们之前讲的那个协同过滤啊，区别在哪里啊？区别最大在于，就是说之前那个协同过滤它是基于什么？基于一种统计建模的思想吧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个引语义模型啊，是跟咱们机器学习这个思想是一致的吧？它俩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说啊，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。然后啊，就是说咱们这里是不是说要进行一个正负样本的选择了？因为啊，咱们要求解嘛，求解来说是要建模啊，建模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正负样本的选择了，咱们得有样本才能进行建模吗？那对于每一个用户来说呀，我们要保证的一点就是说，正负样本啊最好是一个类似的。那这里我们要选什么？正样本很好选，给它打分了嘛，给它打分了就是一个正样本。比如说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说用户啊，对一个正样本来说，我们可以让它是等于一，负样本来说是等于零。那负样本选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可以这么选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要选负样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一些热门的。如果说一些比较热门的，那这个用户却没有行为，我们认为有行为是一，没有行为是零，那他没有行为，是不是说这个现象不太正常啊？那这个负样本它是不是代表性就更强啊？我们可以选这样的负样本，就是很热门，用户却没有行为的，那这个负样本比较正常啊，比较典型，所以说把它拿出来。这个啊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去选择一些负样本，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，也可以通过一些随机的选择嘛。那在咱们的一个用户和物品的一个数据集 K 当中啊，如果说一个user item 它是一个正样本，那它的 IUI 它就是等于一；如果是负样本，它就是 IUI 是等于零的。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来进行一个计算的。然后在咱们建立这个引语义模型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是不是需要指定一些参数啊？这里啊，再给大家来说几个比较常见的参数啊。第一个参数就是隐含特征的一个个数 f。 咱们之前讲神经网络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东西？我说神经网络当中每一层是有一系列神经元，相当于啊这层的一个特征量是多少。那现在你要把咱们的一个user 和 item 之间也要映射出来这样一个隐层特征的个数，那这个隐层特征个数啊取多少呢？我们来看，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是有100个，然后咱们物品是有200个的，那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用户的矩阵映射成一个100乘以 f 的？假设说这个 f 取10，那取10这个值是不是映射比较小？那我取100是不是映射比较大呀？那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你也可以取10、取100，甚至取1000、取10000都是可以的。那这里啊 ，f 值越大，说明什么 ？f 值越大，说明你映射空间的维度越大吧？映射空间维度越大，它表示的一个特征就越多吧？那一定是特征越多越好吗？不一定啊，就是说特征越多，可能说因为我们刚开始做一件什么事儿，就正则化惩罚项吧。正则化惩罚项为了什么？为了防止你过拟合吧。所以说啊，你这个特征选太多的时候也不见得好，过拟合风险大。通常情况下我们是 F 取100啊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不用啊把这个特征映射特别大，映射个差不多就可以了。
学习率啊，老生常谈了。咱们之前说申请网络当中，学习率怎么调？只要不太大就可以吧，稍微小点学习率影响不太大。所以说，对于这个学习率啊，这个阿尔法值，不常来说，只要不太大，0.01这个值是比较可取的。然后呢，政策化参数啊，一样，政策化参数啊，你也别太大，别太大也不太小啊，正常0.01、0.1啊，咱们也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参数啊，经过交叉验证去进行一个尝试的。然后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正负样本的一个比例啊，正负样本的一个比例啊，这个不好说，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去说。嗯，到时候啊，就是你可以指定一个 ratio， 就是正负样本的一个比例嘛。然后看一下拿正负不同样本的比例进行建模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有一些恒定标准，比如说准确率啊、召回率啊、覆盖率啊，这些咱们没有讲啊。一会儿咱们说完这个英语翼模型啊，咱们就来说这几个衡量标准啊，分别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。嗯，基本上啊，其实咱们要设置值不多，学习率偏小，正的话偏小，这个 ratio 别太大也别太小，中间5和10都是比较可取的。隐含特征个数啊，我们可以设定，通常情况下100个基本上就足够了，设置太多也用不上，但是会导致你计算量太大嘛，所以说暂定啊，设成100啊，这是一个经验值。到时候大家实际玩的时候，按照咱们经验值啊，稍微调一调，交叉验证选一个比较合适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协同过滤啊和隐语义之间的一个区别。我们用隐语义模型啊，最终算到的什么东西？最终算到的是不是 P1、P2、P3 这样一系列值啊？算有了这样 P 值和 Q 值之后，我是不是能拿这个 P 值和 Q 值还原回去啊？即便原来是一个很稀疏的矩阵，我还原回去之后，是不是每一个位置都有值了？每一个位置都有值了，那我就可以知道了，哎呀，他对这个东西喜好程度了。知道他喜好程度之后，我就可以做个性化的一些推荐了吧？那这个就是我们隐语义模型的一个基础的原理。其实呢，它就是啊，把我们用户和用户和物品先分开，然后用一层隐含的一个特征吧，然后来进行求解。其实呢，我们在迭代在优化的时候，就想把这个隐含特征拿出来，有了隐含特征之后啊，我们就能还原回去，还原回去呢就能做这样一个推荐任务了。看一下他俩对比吧，从原理上来说，协同过滤是属于统计分析吧，隐语义呢咱们是实际的进行建模，进行迭代求解吧。然后啊，对于这个复杂度来说，是不是隐语义模型较小一些啊？因为我们可以把映射空间映射的稍微小一些，但是呢，对于协同过滤来说呀，我们要维护一个非常大的表吧，维护那么一个大的表不太容易吧？但是隐语义模型能映射到一个比较稍微小一些的特征空间，所以说模型啊是较小一些的。那对于啊咱们现在的一个推荐系统来说啊，最大的问题在什么？最大的问题来说，数据量太大，你实时推荐啊太难了。基本上咱们怎么做？基本上就是说咱们现在去做，没有去做，很少有去做实时推荐的，都是去做这样一个离线的版本。离线的时候啊，先把你整个大表或者说整个模型都计算好了，计算好之后呢，咱们实际啊再进行一个推荐，这些东西都是离线去做的。我们就是即便它是实时，怎么实时啊？每天更新一次，可能就是每天点的东西不一样啊，可能导致一个推荐差异嘛。那每天啊，就是这些公司可能都是晚上一个凌晨，然后服务器上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新，但是啊，它也都是一些离线版本，计算量还是蛮大的。所以说现阶段实时推荐依旧是一个非常难解的一个问题，还是啊离线去多一些。然后啊，关于咱们那个协同过滤，是不是说很好理解啊？我们就是从流程和最终得出来值来说，都是很好理解的，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做了一件什么事儿。那对于这个隐语义模型来说呀，这个模型咋解释啊？我们把它映射到一个空间，映射到一个空间之后，然后组合再返回回去，这个模型怎么解释啊？好像来说，你映射一个特征空间里边一堆值，那些值代表什么东西啊？不太好解释吧？跟咱们神经网络是类似的，本质上来说，神经网络内部可解释性非常差的。那么这个隐语义模型来说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它内部啊也是不太好解释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啊，用户跟隐语义之间，哎呀，它的一个就是一个 P 矩阵或者 Q 矩阵，它表达什么含义？那怎么办呢？不解释不就完事了吗？咱们不需要知道它，知道它有什么用呢？咱们只需要知道最终结果就行了。也就是说，咱们隐语义模型啊，在内部啊，跟神经网络类似的，也是一个不好解释的东西。那现在啊，就给大家啊讲了一下，在神经网络的不是在咱们推荐系统当中啊，两个比较重要模型，协同过滤和隐语义啊，都是并不难理解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啊，咱们要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模型啊，它的一个评估的标准了。